的最后，我这边就好久不见，今天来朝圣，八月十一号吧，对，来开这个国宝，国宝的背面 ，National Treasure， 那这个一箱一箱有四盒，一盒的官方预售价是85,000块。那我们今天在店里团餐，团餐，大家好，你拿出来。团餐那团餐每个店的玩法都一模一样，完整箱都不一样。徐总讲话就不一样，我只能用是一模一样。那每个店的玩法都不一样，那这边的店的玩法是40个人有40注啊 ，random。那一个人的位置是8000，然后到时候会去 random.org 把那个卡拆出来。那我们等一下就拭目以待这个一年一次的 National Treasure 国宝。那这个重点就是拆每年的 RPA 跟 Logo Man， 然后平均一盒一箱会有2到3张的 RPA， 通常是2张纸板的，纸板的大家都知道比较值钱。那横版的也会有，通常会1张，所以加起来会有通常2到3张的。希望今天带给大家好运。先这样，等一下接着拍。第一个大家都知道选什么。OK， 准备要直播了，开始团拆。等老板开始直播就可以。Get down to business。好 ，OK， 可以了。好，我们要直播完整箱。2021年的那个 National Treasure 国宝。感应到，对不起，没事。猜到 logo 们要放国旗歌。OK， 它外面是红色，但里面打开是有个黄箱，它有个 sleeve。Jason 放下不来。有吗？出来了。顺序就是这样，动起来，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40张，然后到时候40个勇者来这边 random， 拍要拍一下号码， okay. 拍一下号码 ，OK，OK，OK，、okay, okay, okay. 来 ，Let's go， 我们 numbers 不是要先，到时候再 random， 对，反正先猜出来，把顺序排出来，然后筛骰子，然后看谁顺序，反正这个就这边这一盒就是第一张到第十张。是完整盒，连那个 seal 都在，紧张了。动起来哦！台湾 number one 是谁？台湾 number one 我。OK， 啊，这个顺序。台湾 number one Russell，D'Angelo Russell 第一张，来，没事。顺序还没排吧？还没排，还没 random。你只要 random 到一号，你就死。喂，曹哥。Hello。暴力之球。开始哦。刚开始。确实。来，台湾 number one。第一张，第一张 D'Angelo Russell。限量49张。99张。要磨。知识七。第二张都是铁板。第二张 Kyle Kuzma。Kyle Kuzma， 铁板。Kuzma， 铁板 ，one on one。铁板 one on one Kyle Kuzma， 三号，第三张是 Kyle Lewis Jr. Kira Lewis Jr. 铁板无瑕的卫生纸卡，卫生纸，三号，哇，四号就是老人啊 ，Green Rice，Green Rice， 四号 Green Rice， 这个变那个比较不大一样，材质感觉，九十九分之二十一，下一张开始。但我都看不到。哎、Clan， 大白 ，Colossal， 再一张都是纯对纯白的，有意象哦。对啊 ，Colossal， 意象哦。哪里有意象？你不要来偷看，你是不是人呢？你 OB Topping， 你就偷看的，不管。这个是 Patch 哦，有 Patch 哦。De'Aaron Fox 六张的 Patch。De'Aaron Fox 的六张的 Patch。六张的 Patch。De'Aaron Rocks 的那个啊，那个 King 的那个坚果的那个 Tag 啦。啊，对，坚果那个 Tag 啦。快了，七二三四五，这第六号，7号 ，Miles Turner 的，好，六码都为什么红色球衣啊？有练习用的，多复古什么有的没的，哦，动起来，而且他有内裤啊，
老人，老人穿红内裤，好恐怖！哎呀 ，fat liver， 很烂 ，fat liver。前面不是很烂，后面应该会好一点吗？对，加油！最讨厌人家偷看，加油！理论上，最讨厌人家偷看，理论上人家偷看，不能偷看。这张，老人，耶，很烂。最后一张，好恐怖，应该是 Oh my God， 一定是率最高。直的，给我张直的。哎，这。啊，烂人 RPA 啦，哈利波特另外哦 ，RPA 至少是纸版的，纸版的，纸版的，纸版的。他相界联盟打得不错啊，对啊，一场得二十。The Wrong King， 至少是纸版的，磁铁壳至少是纸版的。今天看到第一张纸版的，为什么这张卡这么火？因为它泛黄。那就配合我的了呗，那边拍一下号码，对，号码啊，九十九跟这个盒子啊，盒子。我给号码，号码，九二一，二一四四九二一，好，完蛋了，这一盒要是自干真的会吐血。那个最后一张拿一下，最后一张，要装磁铁壳，要装磁铁壳。我不是更吐血，你他妈讲屁话。还好没自干啊，可是你前面至少有个万福啊，你住口。你先交魔装啊，等一下我再换，来一张住口。OK OK， 等等，徐总开的有一个住口。不要再羞辱我！其实再次证明啊，130，130，前面再次证明前九张都哪有我前九张好？哎，加马瑞，加马瑞，哦，加马瑞第二年，加马瑞第二年，有加马瑞就有卢卡，哇塞，这一边有怎样？这样卖有没有？黑板，第一张加马瑞20，34，49，第二张 Colonel， 海军上校 ，One One， 铁板，铁板卡。哇，最多冠军！我现在一盒都有一张这个。最多冠军的男人 ，Robert Horry。是吧 ？Robert Horry。没有啊 ，Rob， 不用。来个 Wild Card。不用 ，Russell。Logo Man。Mike Conley， 49分41。Logo Man， 好久没看到 Logo Man 了。Blake Griffin。得1分。Kendall Jenner 的前男友。忘记 Logo Man 长什么样子了。如果 LaMelo Ball Logo Man 要双什么？要评分吗 ？Azubaki， 这个选读好奇怪。对啊。这算配角，25分49。阿西双配角。Oh my god！ 限量5张，谢谢。这哇，5张哎！这是哎，这个是多少哎 ？Oh my god！Rick Barry， 现在有打哎 ？Who Rick Barry 中什么？老人头吧。然后 Fisher 是老人，然后 Fisher 是老人。哎 ，John Stockton， 第二大奖，换了，球一千，49张，球一千，49，后面的颜色很好，紫色，哈利波特 ，Focus yourself， 紫哈利波特，啊，马龙，啊，哎，至少马龙跟马龙邮差跟那个靠背吗 ？Oh my god， 这个应该要卖到眼无神吧？绝世双侠，好可怕哦，这个最合大概，干他妈台湾男人对不对啊？邮差先生跟 John Stockton 怎么样？这两盒质感怎么样？哇，这质感真的会去。对，这真的是国宝啊！哎，大便这两盒比你烂。九，你可以把卡往上移一点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还好，没有。你的 Quickly 一定比那张贵。我要做 Quickly 哦。没有 ，Quickly 的一般签。你等下看完你就知道多干。哦，好。这个高风险高回报，希望来做一个好大的好。现在只有高风险，现在只有高风险，没有高回报，没有目前没有高回报。然后少一点点哦，哎，交换卡 ，Joel B， 少一点点是白圈，是交换卡吗？老天，一。为什么有那种不像 Curry 人士会在楼下偷看？没有交换卡，没有交换。哎，有，好像有一张。来张 Curry 吧。OK， 九万 B。第二个是这个老人是谁？这应该是 Bob Celtic。我现在布克，我不知道他名字。布克旁边的 Charles Tom Hanson。对了，你怎么那个？这个身为 Celtics 迷都不知道是谁 ？Cameron Johnson。对啊，他打得不错啊，他打得不错。Mel Johnson。Cameron Johnson， 他打得不错。九万 B， 所以中这注你要就对了。哦天哪 ！Oh my god！ 天哪 ！Cash Gibson， 哇，还有比他更烂的人，这个大概200块台币吧。Quickly 应该没有。Quickly 的英文 Jersey， 这倒还好，你确定？加油！看前面的。Oh my god！ Oh my god！ 还好是团赛。好吧，这个到回收。Oh my god！ 妈妈。
Look, 交换卡吗？没有一张薄的吧？应该薄的交换卡。有薄的吗？没有啊。有啦有啦，有一张薄的啦。啊，有一张薄的，有一张薄的。薄的是吧？哎哎，是你的。哎，不是不是最后一张了，九也有了，没错，九尾的也有了。哎呦 ，RC 蓝色。Maxi 。Stuart 也 OK 啦。同配号，哎，同配号。28吗？哎，真的，同配号。重点是都是纸板啊，磁铁壳。OK OK， 两张纸都出了的。好，这个背号不简单，至少一个 Anthony Edwards。这张我要中这个。一个石柱哥在你前面。那我中这个就好了。我我也吃亏一点，我中、那個。我中30号，我要中30。我中 Amman 就够了。有了好吧，好吧，这盒暴力一点了，暴力一点。最后一盒越来越 Logo Man， 应该要 Logo Man， 应该要 Logo Man， 应该的。好 ，Logo Man 要放国旗歌了。哇、哦，好少哦。哦，交换卡。Pascal Siakam， 应该交换卡。Siakam， 薄的。Hopefully， 哎、欸，这个卡有点切，它切不好，它高高放不进去，这个切不平。哎、欸，最后一张交换卡、欸，对 ，Blockchain，Blockchain，Blockchain，Logo Man， 前面都不重要了，迅速过了，对啊，就是电池卡，就是有些有时候会是，对，有时候会是 Blockchain， 那样看起来就。Julius Randle，DJ 路人甲球衣，厚的先不用装，薄的先装 ，A 的我那个薄的先装 ，No Williams， 不太重要 ，Grant Williams， 你的塞尔迪克可以了，可以了 ，OK 了 ，OK 了 ，Joe and B 放反的，哎，代表要拍一下这个卡 ，Joe and B 放反的一样没价，本来就伤到，放正的也没价，哎呀，对啊，这张卡伤到了，哦，卡外，很伤啊，球衣，算伤，蛮伤，蛮伤的哦，薄的吗？对，这张有限量吗？没限量。RC 吗 ？RC 耶，这谁？哎，这张也是薄的啊。这是谁啊？我知道，这个 Stanley 签名，那是六码的。哎，这张是多？哎，最后一张，哦，哇，颜色对了，颜色对了，绿绿的，绿绿的。哦，谢。这不叫大便。Spencer Dinwiddie， 来了来了，皮卡来了，来了，快点，来了 ，Harden。Charlotte Hornets. Charlotte Hornets.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RPA， 签名吧。好了，大便。这个签名是谁？不会是 Bloody Divac 吧？高登黑哦，高登黑哦。他为什么可以站在第九个位置？交换卡的重点。交换卡啊？没有啊 ，Bob 没有交换，应该是 Bob 死卡对不对 ？T A 啊。或是 logo man， 眯一下眯一下 ，rookie 啊，纸板，纸板的，纸板，三张纸板的，来咯。Amelo 是不是交换？149，我要。哦，可以啊，可以啊。阿伟喊到了，可以啊，三张纸板，这盒不错哟，这箱纸板，这箱不错哟。三张纸板，最香的 hit 应该就是哇，这个 RPA， 哇，这个真是 Stewart RPA 同背号，跟。James Rosling， 我要比较麻烦耶，我要30号，不是小乔，你拍这张角，他没有放到，哦，不是，可是他现在多一张了，这是多一张，是不是？对他可能没有，他猜出来就这样了，他猜出来就这样了，所以可以替代反应，不是我们弄的，猜出来就这样，可以送给帕尼尼，回去叫他重看，再重看一次吧，从第一张开始，最香好多了。其实也还好，但至少都十。三十，十，三十跟十都 OK。十、三十、四十都不错，对不对？暴力值。OK， 十、三十、四十啊，暴力值嘛。比较是 hit。九跟十，九是还是要他们谁？九尾跟林伟。哦，九尾跟林伟。哦，对，真的，九尾跟林伟。林伟是大。好吧。OK。丢骰子。review 看这边丢骰子，看 random 几次。重点呢？回顾一下。
两张这个 Anthony Edwards RPA。好，然后现在丢了七，所以 random 七次。我们来看一下 random 七次的结果。看他纸板都纸板，横板都横板，他整箱都一样。Sorry。看一下 random。第三次。十尾跟九尾，第四次，九尾是拿肉头吗？第五次，第六次，还有最后一个 ，Boom， 结束。十号是小金，二十号是 Molly， 三十号是唐胖，四十号是小戴。哈，我三十一号最烂的，感觉我中九号居然是三十九，够那黑我好了，算了，签名起码不错啦。哦，我是中第一张，真的想哭。好啦，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Okay. 再 review 一下。哇，真的一马当先，不在的比较好，不在的比较好，不在的比较好。三十二是那张，三九。Oh my god， 三十一，我是一号，他是谁啊？三十二，这是谁啊 ？Julius， 你是那个 New York guy？ 哪个 ？Julius Randle，Alex is one on one。我这个 terrible guy 啊。哦，我是这一个。It doesn't go for much。还不错，哇。小袋超好的，哇，这个也很好，这个是那个 Anthony Edwards Auto， 还有这个 Rookie 是 Isaiah Stewart， 他们这么大点，还有三十号，对，有没有 Ramsey 的这个 RPA， 跟这个是 Carl Anthony RPA， 这是纸版的对不对？这个纸版的，这张纸版，没有这张应该最贵了，这张最贵，这里 Carl Anthony RPA， 或者你是好的吗？好的，是好的，他是好的。应该有两三千吧。哦，哎，老爸，你刚才说这个人打很好，真的假的？真的真的，他打他学历很高，他边打他有没有架？他打到总冠军还 OK 啦，他真的真的。这样讲就是没架。未来有机会。不要再话术，不要再话术。你不开心，我会跟你换。看一下。好。快点再带一次路人甲哦，路人甲在哪？新人啊，新秀啊，刚才是新秀啊，真的，他都可以啊，那个好像都是新秀。一注多少钱？哦，八千五。我靠呗，我以为三四千呢，我看他妈的。所以你没有输多少啊？卖塞纳，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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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差不多。我努力一下，八千五 ，highlight， 最后，好，我是跟他猜什么？好，谢谢大家，好，台湾继续防疫成功，加油，拜拜。